和双月刊二。十九期文章读书真漂亮。分享。一过去不读书，现在已经输，现在不读书，将来还会输二。不能不读书，不要怕读书，读书无捷径，只有下功夫。三读书要技能在。五十，现在就开始，永远不嫌迟。四，有钱多买书，有钱多读书，现在读书将来不会输。五，读书能努力，越读越有趣，读书一有趣，就更六，读书像练功，不能不用功，若想要成功，一定要用功。七，读书能用你容易。一通道理，一旦通读书就轻松。八，读书读得好，工作就好找，工作找得好，生活会更好。一和双月刊二文章读书真言，郑武进校长分享。一过去不读书已经输，现在不读书将来还会输。二，不能不读书，不要怕读书，读书无节有下功夫。三，读书要及时，不能再误时，现在就开始，永远不嫌迟。四，有买书，钱多读书，现在多读书将来不会输。五，读书能努力，越读书一有趣，就会更努力。六，读书像练功，不能不用功，若想要成要用功。七，读书能用功，道理容易通道理，一旦通读书就轻松。八，读好工作就好找工作，找得好，生活会更好。